好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报道呢，这个在今天呢将会公布了世界大学的排名。那么台大首次跻身到百大了。教育部长吴清晶呢，昨天在立法院报告的时候说呢，这个台大呢排名首次进入到百大了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5年500亿的顶尖大学计划已经发挥了成效。那么台大这一次排名世界是第95名，也是我国首次有大学进入到了百大校园里头。